这海藻，这个海藻是有品牌的啊，这不是普通的海藻蛋白。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有品牌的一个海藻，这个家庭里面用啊，它对孩子啊的家人呐、整个家人老年人自己都可以用，这个是很好的，300亿的国金，网上现在都已经有了，你们都可以订本身现在这个阶段好多账户要激活嘛，你就买一点。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一下，然后呢，你的账号也活了，本身前期有优惠，那么整个的话，你拿到16成、15成啊，以后还有静态收入啊，那个封顶也是非常高的，因为最好的那个16成跟15成的话，一个是封顶19万多，还有一个是封顶39万2100美金的一个月啊，所以这个是事业，就把本来的话是自己买产品拿奖金，变成了一个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一个账号上面有身边有些朋友愿意在你这里买的话，有个两三个顾客之后，你的账号就永远活跃在那里啊。所以说，把消费力变成生产力的话，其实是发动身边的更多的需要有消费力的这个朋友，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做这个项目来说是一种需求嘛。需求的话，青春、美丽、健康，我看这个主题的话，不管是男性、女性啊，像我们男士的话也是需要的，对吧？都喜欢活得那个精神一点啊，年轻一点啊，然后呢长寿一点，就是人们的物质水平啊都提高之后，精神水准提高之后，长寿一点的话，青春一点啊，活得健康的话是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永恒的追求嘛。所以我们开了这个品牌，有自己的工厂啊，自己做这些原料，然后到成品到配方等等，控制了一个整个一个质量把控。包括我们这些产品啊，这个产品啊，都已经进入美国 PDR 了，这些美国医师药用指南嘛，这些我们都在里面。啊，还有一个比那个 PDR 有一个实验更加严格的，就是英国的那个反兴奋剂组织的实验，一个英国的一个报告，我们都有，你们这个可以了解一下，跟你们的团队领导人去拿一下，我们工厂有了哪些认证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产品有了哪些认证啊，这个都是非常全的。那最主要的是我们。跟市面上一个不可替代的这个竞争优势是什么呢？你们用这个产品的优势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家做的核心原料啊。那么，因为市面上有些东西，就是说一方面质量不可靠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花了这么多钱，里面的有效成分啊没有那么多，含量比例低，化工合成不到40%是有效的啊，而且质量也是差的。那么你花了冤枉钱了，对不对？那你需要自己这个。像我们开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做的产品，你就放心了嘛？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花了几分钟时间讲了一下啊，也是有30多分钟了，30多分钟了啊，讲了一下，希望你们去把这个账号激活，然后呢，也对得起自己的健康啊，家人都需要关心的，不管是益生菌方面的，给孩子买的，还是我的家人们啊，自己喜欢健康长寿的啊，青春美丽的。哎，这个在我身上也反应很大啊！我这个故事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今天呢就不赘述了啊。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啊，夫妻之间吃了，大家都感受非常好，好像有一点什么初恋般的感觉了。我太太的感受啊，这是我自身的这个吃了这个产品之后，哎，发现确实也是不一样。所以说它的产品的作用完全超越了这个，只是一个保健品对我自己的身体的帮助啊。我自己身上的感受是这样的，我别人的话我不是太清楚啊，所以说呢，我自己的感受是有一点对这个人的精神啊、提升啊、改变啊是有一些帮助的。那么我想对这个产品呢，对我的益处还是很大的啊，是我的家人们。那么还有一个是 Lifespan，我接下来想吃这益生菌啊，其实我也吃了，对我的胃肠道原来不是太好，胃肠道功能，那我。也是没有吃了几包啊，没有吃了。昨天是吃过一次，吃了2包，今天是吃了一包。那我接下来想有了好的体验的话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产品就讲这里，今天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的模式。这模式因为前几天有人说我是没有听到太清楚啊，就是里面还。